第二天的下午，我们现在要坐这艘小船出去，找海豚，看会不会找得到海豚，顺便看一下日落的风景。刚刚船员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今天的行程，就是有可能会看到海豚，那有可能就看不到海豚，希望有好运可以看到吧。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了。龟山岛见到海豚的几率非常大，所以我就去了。可是呢，绕了半天，我都快开晕开吐了，都没有见到海豚。今天，跑得还快嘞！我不会的，我只会砸他们。哎，不要砸他们！你抓不住他。刚刚飘了一下毛毛的细雨，然后现在到了晚餐时间，我们到了他们的一个最特别的一个餐厅，它是整个延伸在海平面上，然后建在水上的一个餐厅。因为是我爸妈的结婚纪念日，所以餐厅也有送了一瓶红酒。昨天吃的是自助餐的，然后今天吃的是三道式的晚餐。然后就昨天自助餐其实我个人觉得水平比较普通，早餐还不错。然后看一下这里的晚餐好不好吃。这个是餐厅外面的样子，这里可能看不清楚，这里还有一排桌椅，然后下面就是这样镂空的，下面开了灯，边上就是直接是水，因为这个餐厅就是建在水上的。哇，就是这里它还可以办婚礼啊，一些特别的庆祝的场合的晚餐，超级浪漫。这里还可以听海水声，耶！在跟服务员的协商之后呢，我们搬到了外面，现在就可以边听着海浪声边吃饭啦。先上了餐前面包跟这个小小的开胃菜，里面是马苏里拉芝士跟 pesto 酱混的一个什么慕斯一样的东西。我们的前菜来啦，我点的是蘑菇汤，我爸点的是这个鲷鱼生鱼片，好好看。然后我妈点的是凯撒沙拉三重奏，上面有这个牛肉，有虾，还有鸡肉。我的蘑菇汤喝完啦，我觉得这个前菜都还蛮好吃的，就是前面那团木斯那个东西怪怪的，哎，这三个前菜都还蛮好吃的。我觉得这边环境真的比昨天好太多了，而且外面只有我们这一桌坐在外面，其他人都坐在里面，所以就感觉只有我们在这里吃饭一样。然后海浪声听着又很舒服，好吃吧。在开胃菜之后呢，我本来以为他们要上主菜，结果他们上了一个这个菠萝味的雪巴冰淇淋的，为了清一清你嘴巴里面的味道，然后准备迎接主菜，所以现在要吃一个菠萝冰。吃到一半，我到这里海边来看一下，因为他们的灯好像照得比刚刚更远了，可能拍不清楚，但是往下面一看，超级多海胆，密密麻麻的都是。哇，你们看，超级多，还有鱼。哦，鱼不见了。哦，在这里有鱼。我们的主菜上来啦，我点的是贝利牛排。
然后我老爸点的是蘑菇炖饭，它上面都有泡泡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可能是一些海鲜的东西。终于到了甜点啦，我点的是这个巧克力蛋糕加上榛子味的冰淇淋，上面的像头发丝一样的是糖，我觉得就跟中国龙须糖应该是有点像。然后我妈点的是法式的千层派，开动啦！我更正一下，这个一丝一丝的不是龙须糖，是棉花糖来的，长得真的好像头发丝。刚刚餐厅的人送来了这个蛋糕，是给我爸妈的。今天是我在马尔代夫的第三天，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就去浮潜，看到了很多鱼跟很多珊瑚，不过因为就是水上活动的关系不是很方便拍视频，所以我就没有怎么拍东西。之后呢，下午我们休息了一下，又去划一下皮划艇，不过因为太阳实在太大了，我们就稍微划了一下就出来了，现在就在这里散散步走一走。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马尔代夫了，我们马上就要去退房了，好不舍得啊，要在离开之前再多看两眼。然后我已经换上了最舒服的坐飞机的衣服，变成了 T 恤跟这个很简单的短裤。这个视频好像会很长，如果你们能坚持到这里的话真的是太感动，非常感谢大家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给我点一个赞，继续关注我新的动态，我之后还会有更多更有趣的视频分享给大家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